Hello，大家好。我们来看一看伊纳利的这个阿嘎估值呀。这边是伊纳利，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就是做了伊纳利跟这个阿马达啊，之前有这些啦，这些自己看。就估值了伊纳利跟阿马达，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个伊纳利吧呀。像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呢？可以看回我之前讲的几个视频，都有详细的介绍，怎么样去弄这个 template，怎么样去把这些数据放上去。这个视频呢，我就不解释了啊。你们可以在我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去设一下吧，YouTube channel 里面。OK。这个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看到这边底部呢，我有很多这个投行的这个预测，它在2023年跟2024年的预测，总结呢就这个，这个是每一间，这个是 RHB 跟那个 BIMB 跟 M Bank，这个报告呢是在那个 iTrade Investor 那边找出来的呀，你们可以在那边找出来这个 Target Price，然后看它的报告讲什么东西。他就有些呢就预测一年，有些预测2年，所以我就把它放上去，拿到这个 average，这个平均呢，for 2023年呢，就大家就说，哎，应该是可以赚到446个 million 吧，然后在2024年呢，大概是500个 million 左右，来我们来看看下呢，基本上呢都是420、430到440吧。这个是2024年、2023年就是然后2024呢就是大概这价钱，大概是这个盈利。把它放上去之后，然后呢做什么东西呢？我们就把它这个我就把这个2023年的放在这边了，446，今年是现在是2022嘛，它要一年时间来做，就是说我给它一年了。然后 discounted rate 呢，我是放7%的哈。它的这个 outstanding share 是3704个 million 左右，加加减减之后，就拿到一年大概是赚0.1204个EPS 这个是 forecast 这个2023的 forecast，这个 EPS 呢，当然是也是包括这个 discount rate PE 呢，我是放22到34啦，22是我自己的，因为它最低。是18，但是这个是在5、6年前，我不要用了。现在其实也是最低的，就大概是24，我觉得也是有点高，我就放22了。然后34.85呢，是之前的，是在应该是 last year 吧，比较高。那时候很多人讲很便宜现在你看很惨了，现在是34的时候，很多人讲很便宜很便宜快点买因为 UWC 其他的科技股呢有50、60啦，so。35的话是很便宜啦，就鼓励人家买，这样买的人呢，就被套牢了。然后呢，现在的 PE 大概是24，跌了大概10个 P，非常厉害的，放上去之后呢，它就帮我算了。我这个 Excel 这个 Google Sheet 就帮我算出来，它的合理价大概是3块到3.3块。3块到3.3，现在股价是多少呢？现在股价是2.68块。所以是便宜啦，其实还是便宜的。上次没有，如果你是基本面的话，老实讲，你在2、3块钱，我觉得你在2.8块、2.6块、2.7块买入的话，都是长期都是最后呢是都是万赚，都是会赚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算出来了，这是一年的。如果我是用2年来算的话呢，这个2年的话呢，看这个是2年的，大概是510个 million 吧。2年的话，我就给它高一点的这个 discount rate，大概放8%，同样算出来，它的 range 呢大概也是在3.2到3.8块，所以基本上呢，股价它的 fair value 是3块到3.3块、3.4块，只要股价在3块钱以下呢，都是算是便宜价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以哪里，当然这个方法呢，并不是说现在就立刻会上到3.3块要长时间的可能要，如果某一天可能也会上到4块钱的了，4块钱，因为市场给的 PE 呢，老实讲是市场给的它某一天可能是给，真的是给它 PE 大概是35，去年就给了35了
它肯定有一天会到35的啊，可能是2年，可能是5年，可能是明年，可能是下个月啊，都不知道。但是对价值投资者来讲呢，只要你买在一个好的价钱，比较低的价钱，啊，你就慢慢等啦，等到它爆发的时候，你就卖出去，你就赚一笔。而且这个是有股息的公司啊，现金流也不错哦。意大利导致讲，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基本面是非常好的公司来的啊。OK， 现在股价跌呢，主要是因为那个什么。那个lockdown 啦，什么那个大家对这个科技股有点没有信心啦，这类东西嘛呀。但是在 PE22 我啊 ，OK 啦，自己看吧。OK， 这个就是我对意大利的一些看法。阿马达呢，看看下啦，是这样子啦，自己做也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我就不详细讲了哈。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template 呢，这边有一个叫做 summary page 的东西。呀，你按下去的话呢，你就看到我一个 list， 我全部有做估值的股呢，都是放在这边呀，都给我容易方便去看。OK， 当然这个 Google Sheet 呢方法我教了你们，我是公开的教完全不能聊，也跟你们分享了啊，但是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用依照这个方法来做出你们自己的这个估值啊。你可以自己 adjust 你的那个 number 的，不是问题。当然，如果你懒惰做的话，你要看到我这个版本的话，可以啊，我这个是免费分享给我全部的这个 join member 的，只要你进去我的这个 channel 里面，双剑的channel，按这个 join。啊，币十块钱，请喝杯咖啡，去这个 community 里面，你就看这个 link 了 ，link 在这边。哎，当然也是有包括，比如平常今天我是开放问股啊，让股友呢来问股呀，这样我去帮忙分析一下，呀，这些只是先会员罢了啊，会员罢了。OK， 当然方法是不一样的，已经教了你们，这个我不觉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做也是可以呀。如果你懒惰做的话，就做 member 啦。OK，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谢谢大家。